云林地区遭豪雨轰炸，很多民宅淹水。这里是靠海的口湖一带，但北港地区也淹水严重。北港慈济志工苏月娇家里水淹50多公分，淹到小腿肚，一早水退了，但家具地板都是厚厚的污泥。晚上都没睡啊，早上开始清了两个房间的水。 阿姨，黑龙泥泥吼，啊，就臭的安尼，然后真的是体力有一点支撑不住。上午附近的志工得知消息，放下手边的工作，跑来帮忙。地板刷洗干净，沾了泥沙的桌椅又刷又洗。今天是中元节嘛，拜公妈，我就赶快，因为我那个牛肝奶太不熟悉，所以我就随便我就跟他说，后面你。 你们自己做好了，我要赶快过去了。之前在苏香师姐吼，接到通告吼，家己扎一挂工具吼，佫唔免咱麻烦，伊来就是帮咱请，无搞错，真正朱姐华清一家亲。志工伸出援手，不到3个小时就把环境恢复原状。这一份法清的关怀，及时又温暖。大爱新闻郑善美志工蔡怡达、吴惠富云林报道。